只开到三点。我们现在几点了？三点十分。要过去吗？这个 AI 到底是怎样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是哪里派来的间谍啊？关关，听说是谁派来的？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你可以正常派来，对不对？决定以后都要用英文的，因为它中文有惯性。没有，我决定以后不会再用这个软件。天板没有要排片啦。对，我们在吉隆坡没有排任何新的。后来罐罐呢，小企划天才嘛，罐罐说最近那个什么很红 ，ChatGPT， 他说叫 AI 帮我们排一天的吉隆坡行程。你很聪明哎，那我们就拍一集 AI 帮你排的行程，会不会好玩？最后是，所以你在跟他聊天？对啊，就要慢慢。他说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帮他取名字。罐罐开头说可以称呼你为内美克星人吗？当然可以。然后关关，请他帮我们安排吉隆坡一日游。好的，第一站 AI 要我们去双子星塔。那哪天是辣妹吗？马来西亚朋友小心咯。马来西亚的哥哥们，好可怕。他给我弄一朵花哎，好假拍哦，真的都要变高丽菜。不是。紫色高丽菜吗？营养价值比较高。去双子星塔。走喽 ，AI 行程，罐罐负责跟内美克星人沟通。我们在这边的行动呢，都是用这边的一个叫做 Grab 的 App， 可以直接叫车，就是很像我们的 Uber 啊。不过只有在台湾先办好哦，因为不然这边收不到简讯。对对对，天气很好啊，其实小热热，叫到车了，出发。我们跟着 AI 的脚步来到。双子星塔，很好，正式的名字，吉隆坡国有双峰塔。国有哦，国有，国家石油公司。他们这边市容很壮观哎，这样子整个过去很有未来都市感。吉隆坡的市容很好，很像动物方程式那个热带的都市感。哦，那 AI 要我们来这边干嘛？我看一下哦。感觉应该是什么？可以参观楼下的商场、购物或拍照留念。参观楼下的商场。啊，那我们就去一下吧。就给我们办好户口，明信片啊，或是介绍一定会出现的建筑。我从小看到大，我第一次看到本人，其实小激动。哎，它整个外观这样子都是金属这样子发亮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。快快看，好壮观哦！就是这里，很漂亮哎。员工旅游要拍照留念咯，这边这边这边太值得一起来拍了。我们是跟团吗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很漂亮，这样拍起来有，怎么拍都很壮观、欸。大家来拍起来。吉隆坡国游双峰塔呢，是建于1999年，高88层楼，然后是目前第19高的楼。可是呢，它还是维持双栋楼最高的。AI 推荐我们进去逛一下，我们带大家看里面长什么样。哇，好凉哦！啊，很壮观，很壮观。里面就很像101的感觉。就比较像梦时代，就是百货公司啦。好的，我想离开了。我到底来百货公司做什么？漂亮吗？哦，在台湾也可以逛。我听说有观景台吗？我们上去观景台看看。听说只有限制20分钟啊？但是有时间限制，一批一批，只能看20分钟。对啊。哇，大排长龙哎！买好票了，一个人要98马币，乘以七，快700吗？七人上票700。那你在楼下，那你在楼下啊。不是我想看，因为我们挺想看啊，我看一下马来西亚，想看要付钱的。排队准备要搭电梯了，居然还要安检，好高级哦！哇哦，耳鸣了，耳鸣了。哦，我们要先去联通桥，就是那个他们中间有个 Sky Bridge。哇，很漂亮哎！哇，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哦，有点可怕哎。哇，吉隆坡好美哦！你们看那边，这边很漂亮哎，好壮观哦！现在要去顶楼的观景台了，83楼，那其实跟101的观景台差不多高度哎。哇，只能15分钟，双子星塔的最上面，我们过去看长什么样子。好陡，好陡，我有点腿软哎，太高了，各位看，好扯哦。哎、欸，他们的城市很壮观哎。对，我这样看过去都没有什么比较破旧的吧？哦，你在说新一区在是五星街吗？没有没有，这边都很漂亮，没有说什么。没有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啦。没有错的。对对。
有点不明所以的互动装置。我在测试我。你干嘛一直用望远镜看哈娜？职场性骚扰哎！也是双峰哎！也是双。你刚刚在骚扰女员工？对不起，你在骚扰你的女同事。我是要看双峰。你想在前面吗？好恶哦！我刚刚你的行为很恶心，我们女性观众赶快踏拔他。他说要看另外一个双峰，好看那个。这个有什么好用望远镜看的？你看得到饭店的人在洗澡吗？看不到吧，看到路人在走。我看到路人在走路，这也很厉害嘞。真的假的？我要看一下。我就车子。天哪！我可以让大家看。他看到路人吗？真的有路人在走哎。他看到路人吗？警卫了。被我们监视中。带你们看望远镜，不客气。我们过完双子塔了，我们要去吃早餐。那早餐是叫我们吃什么？吉隆坡四季酒店享用自助早餐。是你自己输入的吧？没有，我不是要来吃什么椰浆饭吗？在地小吃当早餐。他整个把这个当什么豪华许愿池？许愿池？我看你上面的对话记录，你这个小贱货！拜托帮我挑最贵的行程。我只说推荐适合的餐厅。餐厅没有，你要说美食哦。你的用字，因为故意打餐厅。本来好像是这些，本来是什么烤鱼、烧烤，然后对啊，我们就要吃这个啊。那为什么他帮我们排下午啊？下午想用美食，刚刚分哦，美食。你早餐想要吃四季酒店的buffet哦？是内美克星人想吃的，他推荐的。他给我说吃四季酒店要钱，谁要出？内美克星人。好，我们今天游戏规则就要照着 AI 排的行程，我就看四季酒店长什么样子。希望没有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有听说 AI 的资料是到2020，就是后面的都希望关了，希望没有，希望他更改营业时间。太 real 的发言了，我就吃不。感觉也很贵，我光一个上去端进来就要700，那早餐搞不好一个人要1000多哎，我会发疯。这是元旅哎，我们先啊，不敢讲话。AI 的逻辑是不是他觉得这个离双子星最近，他就把它排在旁边？现在下午的行程都很近喽，不知道是吗？他没有看啊，我们等下午再看。这下午是街边小吃那些的吧？有哈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抵达了四季酒店，我们要进去看它的早餐buffet要多少钱，长什么样子。等一下，这个高级感，好，我去问。看起来是在那。Oh my god！ 我想回去，我们去吃街边小吃好不好？心虚了。林冠廷，这个多少钱？可是这个 view 很漂亮，让它看出去。我觉得吉隆坡的市容很棒，真的。超有未来感，很有未来感啊！有树啊、绿地啊，这样子共存的感觉。认真说，我觉得赢台北，赢很多。他们的大楼都很漂亮，对啊，外形、建筑设计。我们的市容真的偏丑，然后很多那种假欧风，我们很多假欧风。这个就是房客在吃的啊！我真的是，可是饭店的早餐你都可以买啊。对，可以，但是他们早餐时段没了，在收了。在收了吗？他的早餐到10:30。可是他的上面时间说10:30到11:30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资讯是没更新。可是呢，刚刚的服务人员说，我们的午餐是12:00开始哦，因为就不行了，因为我们是要吃早餐。好的，我们的buffet呢，他说他们有 private event， 所以现在不能进去。那你问一下 AI， 你说四季酒店客满了，我该去哪里吃早餐？酒店客满了，哇，这边没网路。又是酒店，又是酒店，他都推荐酒店。可以问他能有没有评价的吗？日出茶室吗？日出茶室有人推荐哎，那我们去试试看。好，好走。不知道是哪个公司办活动了，帮我省了一大笔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讲出心意。谢谢，哪个公司办的？办公室，办公室。走，我们去日出茶室。因为我们怎么查都跑出日出茶摊的饮料店，我现在问他到底是谁说要用 AI 游吉隆坡，我要生气。我们又热又饿，可以快一点吗 ？AI 加油，加油！你的 AI 行程 Go Go Go！ 有地址了，所以就用这个地址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个地址出发吧。信你这次 AI， 好像不会到太远诶。走路40分钟，走路40分钟。那我们搭 Grab 走，我们快饿死了。对耶，我现在已经1:41了。对，罐罐你再给我闹啊！小宪哥先回去剪片了，我们要继续 AI 之旅。走，是会有东西可以吃。现在看起来我们已经远离市区了，来到比较矮房的地方。好的，日出茶室在哪？奇怪，为什么不说话？好像磁场街市场，就是类似唐人街。然后日出茶室呢？这边中文字出现比较多了，比较看得懂了。他们房子都很可爱哎、欸。
他们店好可爱哦，看起来是文青咖啡厅吗？哎，他们很多漂亮的店哎，很像我们的质感网美店。真的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了，可是它看起来不知道哎。其实稍早的时候我就有先问过他其他早餐的选项了，所以他就给出一次这出茶室。但是他刚刚给的地址是错的。对，因为我发现。啊，你拷贝。他有个英文的名字。说明该搜寻这个比较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的名字也不一样。他开到几点？只开到三点。我们现在几点了？3:10。要过去吗？这个 AI 到底是怎样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是哪里派来的间谍？关关听说。是谁派来的？我不是啊，你可以正常派来的，对不对？决定以后都要用英文的，因为他中文有惯性。没有，我决定以后不会再用这个软件。他既然把我们导到这了，刚刚这边有几间餐厅，我们就找一间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快饿死了，已经没办法再移动了，不行再搭车或走。现在很漂亮哎，那就这一间咯。啊，蛮漂亮的，我们就来吃吃看吧。怎么看起来是他们的简餐咖啡厅，不像在地小吃。我们来到他们的网美餐厅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吃。好，店内风格也是天井老宅路线的。我们刚请店员推荐比较在地的，他帮我们点了一个炸鸡意大利面。啊，好啦，还有这个沙爹，这比较有比较在地。这集可以吗？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最荒谬的一集。好好吃，我现在吃什么都好吃，有点微微酥酥的这样子。而且它肉是有腌过，有味道很香，就你弄的咖喱味。对，然后再沾这个花生酱，就很好吃哦。味道很够，只是它是比较浓一点。主要是偏甜咸这样子，肉为干，可是我觉得调味好棒。他们是不是都有用姜下去调味啊？哦，有姜味，有个姜味哈、嗯。那我们来吃吃看他推荐的 spaghetti。为什么要来马来西亚吃意大利面 ？I don't know。哦，好浓好香哦！拿到台湾我也会觉得是很好吃的意大利面店，就是网美店的水准之上啊！哇。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很浓醇的奶酱，不过生意很好，对，至少没有雷，我很开心。肉也很嫩，嗯。来了这个咸蛋可颂跟榴莲冰沙，这咸蛋可颂好大哦。大一个可颂。肉现在上面看起来有奶酥的感觉，而且还烤过，你看有点深浅深浅的颜色，很香哦，非常香，来吃看。怎么样？非常之强大。哇！等一下，大家看到中间的咸蛋黄，它是给我留下来耶，而且它的可颂非常的蓬松，很酥很香，然后再配上最上面那一层奶酥，我的体力已经来了，我觉得我可以一根吃完。这应该是我近期吃过最好吃的可颂，真的这么夸张？好好吃，是不是？这间的可颂很强大哎。它中间的咸蛋黄完全的不马虎，很咸香，然后甜甜咸咸的，咸蛋黄味很重。三个东西搭配起来超级好吃，好好吃。我还是留蛋液超多的，要留一口给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吃三四口有了。你嘴角都是，包怎么样？我不要。哇哇哇哇！先生先生。好。他们很少露出这样子幸福满足的，对，手拿着一直吃，没有给别人，就是哎呀 ，hello， 给小姐吃，没灯，可是没灯，好恶劣，那灯很，哈哈哈哈哈，重担架，真的很好。假如大家有来马来西亚，我推荐这间的咸蛋黄可颂，厉害，非常厉害，这是榴莲冰沙，这样，你就是在喝榴莲粉，没错，很准，很出味道。敢吃榴莲的人，我觉得要喝，好好喝，哇，很香。因为其实我不太爱榴莲口感，但是它打的那个水水的，所以就直接把榴莲。哇哦，哇哦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很好喝哎。哦，那这个很适合你这样子的人哎。刚刚最贵的餐哦，一份是25马币。哇，这样子1500，很便宜耶。很便宜，好开心。可是是12块，大概80。差不多，那分量蛮大的，很开心哎，觉得小挖到宝的感觉，太好吃了，我们还外带两个可颂，回去给小仙哥。嗯，小仙一定要尝尝看。出看下雨的感觉。对啊，好像阴阴的。马来西亚午后雷阵雨。我们查日出茶室 AI 给我们的地址就是这，可是它看起来就不是日出茶室，它起来是在卖煎蕊。现在 AI 都带我们来这，我们就来吃吃看。煎蕊要怎么念？仙豆吗？请马来西亚朋友可以教我们。是一间可爱的小冰店，我们点的是 A B C，
Candle。它最上面的这个呢，叫做 Cherry。它会绿绿的，是因为它是用斑斓叶去染色的。哦。下面呢，它刚刚你买的那个马六甲椰糖，我来试试看。焦糖里面有椰子香味，这样的感觉。啊。有一点点。嗯。很甜，真的很甜。它椰子很浓郁哎，光光跟哈娜都无法理解为什么玉米会在冰里。我很爱吃玉米冰，你们没吃过台湾玉米冰？没有。士林的玉米牛奶冰啊，玉米就是要配着冰吃。哈，但是冰我就不太懂了。留言，玉米是可以配冰，自己说。有人一直在旁边摇摇头。小宪哥也不懂，可是有一次我带他去吃的时候，他就。他好像还是不懂啊，没事。不用，刚刚在讲废话吗？AI 要帮我们排景点咯，有不少，然后著名景点还要推荐的来了，中华文化中心，怎么听起来就是没有到很有趣？因为这边是唐人街啊。好了，中华文化我们已经很了解了，老街场夜市哦，了解这个城市的好去处，是感觉不错哦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双峰塔我们已经早上去过，这 AI 在跳针哦。会啊。好，那我们去四，走，中文会出包，我们改搜寻英文来看一下。750公尺，哦，那好像走路，那我们走路去吧。走，有耳闻这边都会塞车，好像是真的哎。车子，对对对，蛮塞塞的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唐人街，哦，这就是磁场，是这个磁场街啦。哎，赶快红布条，红布条！天哪，好丢脸啊！什么什么脸？就是好像没有很有趣，都是一些服饰。听说这边是 A 货圣地耶。假的名牌包吗？就是名牌的粉厂那边有，我们被阻止了，他怕他假货被认出来。关关，你干嘛带我们来这？这里很无聊哎。导游要介绍磁场街的历史啊。就唐人街。哇，这里还有东大门哎。我到韩国的感觉。没有东大门的感觉，感觉是关铁门，怎么没有店在开？关关，我不想逛这里了。那我们请带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？哇，这里好酷哦！哎，糖炒栗子，哎，好香哦！房子的颜色好可爱哦。目前我觉得马来西亚很酷，是感觉他们都是很多风格跟文化结合的建筑，哎，不管走到哪都有那个香料的香味，就是那个沙爹啊、拉沙的那种香气，放在空气中，真的到处都是那味道。走到了，我们走了10分钟，抵达了 AI 指定的景点。AI 指定的景点城市展览馆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已经去吹冷气了。走，我们去看，啊，应该也是古迹的样子。我们今天星期几？星期二。星期二。对。哦。我要打 AI 吧。我们走了10分钟，在大太阳底下，然后上面写着要休息。我要回家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前面有一个广场，它那个建筑看起来有点回教的感觉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然后它最上面有个国旗，超大超壮观的，随风飘扬。这是吉隆坡城市广场，然后呢，周围都有很多历史价值的建筑，其实蛮漂亮的啦。就那个展览馆，没开那个展览馆。里面都是放城市的模型，你讲这个有什么用吗？我们现在来决定 AI 之旅要结束了，还是要让它帮我们导下一个景点呢？想回家。除了双峰塔之外，好像没有一间是顺利的。不会，我觉得吃的很好吃啊。没错，可是那不是 AI 的。对，那是我们自己。跟我们自己找的 AI 去吃屎吧！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哦，马来西亚的猫会怕人。哪里的猫都会怕吧？不是，我们这样子前进，它应该也是怕死吧？啦，可爱啊！马来西亚猫还是很亲人的啦。哇，它居然给我翻肚！好啦，这么可爱。我发现马来西亚人也是没有在看什么红绿灯，就叫你红灯了。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你看，他们都很囧哎。你看啦，都不怕被撞。天哪，而且天哪，天哪，有车！小心！经过团队投票呢，我们要决定回饭店休息喽。回去前，我们要帮小宪哥买饮料。日出茶太呢，听说是台湾在马来西亚大爆红的手摇店。想喝珍珠奶茶，走，去买买看。我很喜欢吉隆坡一个地方是，它大城市啊，水泥建筑走一走，就会有这种小丛林这样子植被的感觉。绿意盎然。到了日出茶太，终于。好，来看马来西亚日出茶太好不好喝？真奶鉴定团，有是真奶的是茉莉绿。马来西亚珍珠奶茶怎么样？这杯就绿茶，灰色的那种，夜市绿茶，要有礼貌。哦，就快收店的时候的绿茶，
要录你的脸。很浓啦，很浓啦。对，那这边真奶就中规中矩。嗯，中规中矩就是及格，该有的味道都有。对，六十分，珍珠也 Q， 可惜是我觉得茶味稍微偏淡一点。它比较是奶甜味。对，搅他们能稍微。综合一下，好啦，勉强给你及格，给过，耶、yeah. 欸！不要生气啊，因为我们是真奶王国，你知道吗？自己这样称吗、哦？是啊，珍珠奶茶是 from Taiwan 的，好吗？发源地哦，其他泰友是 from Taiwan 呐、啊，啊、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身为台湾人，成为真奶鉴定团的一员是非常合情合理的。没错，到每个国家都要讲一下有没有符合我们国家对我们的标准，没错。可是绿茶很不行哦，绿茶干妹。你知道巧克力关关说这个很好吃，然后现在要来找，好，你赶快找吧，拜托，我想回去休息了。他好坚持啊！哦，有有吗？真的吗 ？Thank you。哦哦哦，你算了。好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关关找到了 ，Thank you。那你有带钱吗？没有嘞。没有要买什么？请买给我。请买给我，谢谢老板。那你要哪一个？还是都买？还是都买？听说这什么发言呢、啊？狮子大开口，两种啊，反正两种。这个罐罐找到，听说很厉害的巧克力。哇、哦，我们走到快死掉了，看到我们的饭店了。哎，好酷哦！你看，谢谢 AI， 真的谢谢。充实了一天。对，太充实了。你快吃吃看，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咸蛋黄可颂，跟你讲很厉害啊，很好吃哎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那流出来哎。好的，我们的 AI 之旅一天结束咯。AI 之旅怎么了？可是我必须讲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。AI 的任何事情都太意外，你会觉得这趟旅程都充满惊喜。而且我还要讲说，你会发现，出去玩呢，行程好像不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是跟谁出去。可是没有我哎。所以才好玩、啊、你们推荐大家出去玩用 AI？ 当然不要、啊，不要。可是说真的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因为你看，我们导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我们就在那边直接找一个吃的，也发现好吃，然后就在那边唐人街乱晃，小惊喜。对，就其实没有目的，那可能会有点饿啦。对，因为我们照常行程，他叫我们吃早餐，他说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吃早餐，那边十点半就关了。四季酒店对，十点半就关了。我们去现场问他说十二点可以吃，我觉得四季酒店的人也是很累，很累。他跟我说十二点你们来吃午餐，十二点多我们到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现在要排队，整人，还整我们，白走。吉隆坡我们蛮喜欢的，我觉得很有乌托比亚的感觉，对，丛林加都市这样。我希望大家喜欢马来西亚系列，喜欢马来西亚，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很棒，就是食物你们真的是口味比较重一点，一定要比较甜一点了，真的好甜。影片最后的粉丝福利时间，我们来带大家。看罐罐洗澡咯，还没脱，在卸妆哦，好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